今天我们会做事会夹球的机器，但是因为我们还没做完，所以他只会动一下，就转弯一下而已，然后夹球还没做完，然后就遇到困难是我们装机器的时候有些地方装歪歪的，所以做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机器就会高低不同，然后就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把它修好，所以城市才留下，然后就是这样。